结果哈，为什么我对这个戏有一些印象啊？但是他一进来就给我强制引导哎。好了，反正我们先玩了。还可以接着讲啊，要塞哦，要塞。那时候其实非常不得了哦，那益智解谜类型的手游以外呢，结合了关卡，他们呢，新加坡的玩家还蛮喜欢的。干嘛弄下去？主要是益智解谜的游戏，然后，益智解谜的游戏再结合这种有怪兽的玩法，我们之前的新手游其实是有遇到的哦。那真的是拼一波了，这个游戏。真是真，你怎么这么久啊？反正这样就攻略了吧，看我们这集要不要讲攻略。看一下，其实可以讲攻略。我是等一下看有没有玩过了，因为可是等一下又没有玩过。你只玩的是另外一款吧？那样子整个就不像啊。很像是，因为他在引导中。好了，就这样好了。